那个淋雨的那个内在状态，我觉得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冷静，对对，也比较抽离了一点嘛，嗯，比较强壮了一点，因为看。很多东西是因为毕竟也过了蛮久的了，嗯，但是对我来讲一点都不久，应该这样讲，你随时可以回到那个状态，可以没认真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说他不久的意思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有一件事情就是太强烈了，对，太刻骨铭心了，嗯，所以你会立刻又回到那个现场，我可以很快一个当下的状态，对对，但是我很快又转念，它跟日历的日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对 对, 对。好，因为我们正在录制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差个几天才要举办这一场复出的售票演唱会，嗯，对不对？那各位观众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演过了嘛，是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你这个裸唱会2月12号星期天，下午2点钟，为什么选这样子一个时间时段？还是定不到？不是，因为我需要阳光。为什么要定白天？我需要阳光。我刚才很惊讶才发现，这个演唱会资讯是礼拜天的下午。下午，对对。因为我去过大河岸嘛，西门的它那个河岸留言哦，其实它有一个天窗，那个阳光晒进来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我从来没有在下午去过那里面。我就是唯一的一次去，然后我觉得那个阳光。谁在那边办活动啊？没有，我就是去进去嘛。对啊，进去找朋友，在里面。然后就看到那个阳光，哎，像有教堂的感觉吗？类似，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，就看了，哎，有阳光。那后来我想办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经纪人讲说，我希望是下午，因为我觉得下午那个阳光在线，不论是不是下雨天还是有阳光的话，我觉得它是很直接的。是，对，它还蛮直接的。了解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所以为了这一场的裸唱会，其实杰琴是怎么样准备的？就是希望是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内容跟风格，就裸着唱咯。没有，因为它叫裸唱会嘛，因为大家可能大家看一下，在 Facebook 上面都会问我，你再往下打开啊，啊，还有下半身哦，当然有啊，对啊，有上体就有下体，不就？我看看。哎，真的，哎，我一直我很乖，我一直都只有看到上半段。没有，你对我显然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以为像曹格，因为曹格每次脱都是只有脱上半身。哦，对啊，那我要比他多一点。没有，因为当时拍这个就是其实是拍你好吗那一张专辑的，就拍好的，同时拍的。哎，为什么他有这个？他有是一个重影的效果，对不对？有重影的效果。我都想，我以为这大觉得，因为如果直接看会很碍眼吧？我想，这感觉很像赘肉。不是，我说这个，因为有多一个线条，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情。不是，就是有一个重影。哦，所以其实就是上一次拍的。上一次拍的，因为其实上一次这张专辑，其实你好吗的专辑封面，其实本来想用这个的。哦。因为我想去赤裸的表达，在音乐上面就不要太多的包装什么的。但是后来用不上，因为觉得好像对。跟那个音乐不太有什么关系，最后还是包得好好的。对，后来所以这次就拿来用就对了。对啊，没想到这张 Let It Rain 就不用再花钱了。就是也是这样，就省一下成本，就直接用回那张。对啊，是。但是我觉得佩妮拍得很好，他有把我那个不安拍出来。对，哦，不是这个了，我说 Let It Rain 那个少男的裸露的不安。对，那些。谢谢你。好，所以你演唱会啊，就先对还是跟我透露一下啊，就说我是想表达的是，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啊，就很坦诚的，很是有乐队吧，有整个乐队，我们有一个 full band。 对啊，就是吴冠彦是我们的那个音乐总监，也是钢琴手，所以是表达的很赤裸的，什么都不需要讲了，我觉得。所以你不会就看大家讲太多话，也讲很少话，对，因为再讲不如来听歌吧。对啊，其实大家都很喜欢我听歌，喜欢我唱歌，对，对啊，就希望大家来听歌，然后我直接的在音乐里面传达那个讯息，是，就好像比较直接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一连串的包括单曲的出版跟这个2月12日的裸唱会。其实也就宣告一杰琪又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一个创作歌手，是吗？是。其实我做了很多事情，
突然间事情很多这样子，因为除了发单曲以外呢，帮别人写歌，帮别人写歌，去年也很多的歌手收我的歌，比如陈琳啦，对啊，郭靖啊，那英，对啊，都收我的歌。那最近也做了一首那个大爱的主题曲 ，OK， 对，叫《感觉爱》，就是配合他们的一个电视剧，去写的一首歌，对啊，所以这样会最近有好多东西写，会稍微开心一点，有自信一点，对，有自信一点点，对，就好像回来一点，就更被接受一点，好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对啊，真的啊，对啊，加油。好，送给大家一句话吧，作为 ending。虽然你也很需要被鼓励，但是你也要鼓励大家一下。当然，当然，是什么？对啊，不要太八股哦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要发自内心的，毕节其事的。对啊，我最近有感受到一个东西啦，就是说，朋友有一次问我说，你一定身边里面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不喜欢的人嘛？对，我想应该有，都有这样子，大家都有。那你找一个理由来原谅他吧。我就想了好久，因为这个过程里面，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多原谅跟被接受、被排斥、被慈悲的，有慈悲心的人接受。我在里面学会原谅这两个字啊。也不能讲学会，我开始学这样子，因为其实原谅人家或原谅自己其实是很难的，是，它都是相同的难度的。那我就想说，哦，我突然间在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就想了一个，虽然我跟他现在已经不好了，但是我原谅他，因为他依旧活在恐惧里面。其实我已经没有活在恐惧里面了，我现在活得很自在，对，好，是只教给大家一个原谅的一个功课了。对 对, 对，每个人都要去努力。谢谢我们的歌手易杰奇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赖荣哥。眼泪化成了雨水，再哭出来，坦白总那么澎湃，解不开就先离开，好过再徘徊，还想真实的去爱。 Let it rain, let it rain, let it rain。Let it rain.